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最佳进步奖，也就是我们的张立善张县长，把掌声给张县长。欢迎张县长莅临。县长，身为护理师的你，你一直都是把你的县民照顾得无微不至。那果然在今年的成绩上，你的县民也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回馈。你在满意度跟施政分数上面都是云林县改制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成绩，我们恭喜你。今天能够得到施政满意度73.6%，还有整个县府团队能够拿到74.5%，我非常感谢我们乡亲哦，能够肯定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的声音哈。那我想我在这里还是表达我会继续努力，那我想成长的空间还很大，我会继续往前哈，希望能够有机会拿到5星的这样的一个县市长的头衔。